大家好，我是爱丽丝，我终于找到这个联机版的樱花校园模拟器了。这个人有点丑。服装好少，在这里说一下，如果要玩正式的话，必须等到明年才能玩。发型、配饰还有眼镜都一样。必须开手机网才能正常的玩。找一个人少一点的地方。慢死了。终于进来了，这人好多啊，还有其他房间，也就是人更多。那些男主都站在那儿不动，没有人当男主吗？黑帮叔叔，我来了。他还说，嗨。我还以为大炮被别人拿走了呢。你们好，黑帮叔叔。还好我这个不是很卡，听说别人的很卡。原来他们在那儿啊。那个人是卡了吗？怎么一直在那儿跳？亲爱的，你看我撒娇的那时候，萌不萌，嘟嘴的那一刻，要知道小女生的感动是你的安全在心。有人要去黑帮，可是我已经打一半儿了。亲爱的，爱我的，你看我发夹上的蝴蝶。哎，我干啥暗攻击？原来另外一个黑帮叔叔跑到学校里了。这个联机版的自带防盾。刚把敌人关了，现在进去拿钱和武器。这个喷气背包是旧版的，菜单也是旧版的，不能建房子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名字是反的？啥情况？呜呜呜呜呜呜，好不容易进去的呀。我放弃了，拜拜。